我觉得好好听。哟，我们现在准备要回家，从喜来登回家大概要30分钟的路程。对，所以我们就决定发行一个活动。对，我们走在路上的，看到所有的便利商店，我们都要进去，然后买一瓶酒。在对街也要，在对街，只要眼睛瞄到，一点点就要。对，看我们走路回家可以喝多少酒，喝多少不同的酒，然后遇到几个便利商店。Let's go。Yo， 我们第一站一定是台湾的。Go。Yo， 第二家胜利六街莱尔富。霍克金，有第三家不知道哪里的 Seven， 那个金巴利利口酒，一人一瓶，25度 ，Go， 我干，第四家莱尔富不知道是哪里，但是前一家的酒真太恶，所以我们这次选了蜜苹果酒 ，Let's go， Go， 有第五家，第五家美酒，美酒制造二十。Yo， 第六家 Vodka， 终于买 Vodka， 正常一点的 ，OK。Q man， Yo， 最后一家我女朋友的最爱，几家？这里 ，Let's go。Hello， 好，我们完成了，总共是七家，七家，可是喝了蛮久的，喝了两个小时哟。对，谢谢，谢谢。我觉得我们蛮屌的，你从烈酒到啤酒，对，还有很难喝的药酒。赞赞，对对，好，下一次见，拜拜。